Hello，我回来了。因为刚才拍到一半呢，就是那个店员就不让拍，大润发超市那个不让拍，然后我就回来这样说吧。然后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才发现原来有这种罐头，就是猪姜牌。好，刚才背光哈，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个猪姜牌，豆豉鲮鱼罐头，这个才12.8一盒，然后它的保质期呢是到这个2025年2月，那就是还有三年不到的时间，那我就买了两罐，就可以就万一放起来，那封城的时候啊都可以吃，这个是这样一个。那还有呢，我买了一个葱，就准备就把它冷冻起来。那这个葱，我觉得其实这个物价还是贵的，这一把就要2.2元，如果平时买的话可能也就几毛吧，但是大润发的东西可能会贵一点，还是现在有通胀的压力，还是封城以后物价上涨了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但是我买了两把，大概5块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又买了一瓶李锦记的这个香辣酱，这个呢是我为什么，其实我之前是买那个塑料瓶的，但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个，因为这个吃完这个瓶子可以用，我拿来可以腌点什么咸菜呀、李子呀，或者是酸的萝卜，就万一封城的时候也可以有一种有一些植物纤维的摄入，就是这样。本来我是要去拼多多买的，但是我觉得已经赶不及了，有些东西线下买贵一点就贵一点，其实价格也差不多。那这个呢就是我看一下这个是多少升的，2.3升的，你看这个是2.3升的，那就9.9。那我今天买了一个萝卜，还有买了一个小米椒，然后我想腌一个萝卜试一下。那我还有黄瓜，黄瓜在冰箱里，那我也会一起拿来腌一下。那大概今天就是买了这些东西，然后还买了一点米，然后我会放起来做那个 backup 使用。那今天呢一共是买了17件，那总共呢是187.37元。